他去迎接杨洋洋。在这儿呢。Ali, it's over here. 在这儿呢。Ali, give a big hug. Say hi, big hug. Say hi, 杨洋。Ali, you can shake hands, right? Shake hands. 来，我们上去吧。谢谢。跳到这里吗？好，再跳到吴昕姐姐身上。耶，上来了 ，cool。好，我们看到呢，其实大家肯定很清楚，杨威跟李小鹏他们是这个同一个时代的非常伟大的体操运动员，两位都是这个金牌的这个奥运冠军的得主。那么其实呢，两家也有这个很深的渊源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看看我们这个李小鹏和杨威他们的渊源。来，请看。李小鹏、杨威作为中国男子体操的代表人物，赛场上的他们曾经是驰骋奥运、为国争光的好队友，一起经历的拼搏岁月让他们情同手足。生活中的他们称兄道弟，是最要好的伙伴。在杨威的婚礼上，李小鹏作为伴郎隆重出席，而在李小鹏的婚礼上，杨威更是卖力捧场。托马斯全旋是吧？什么卖力啊？卖力！如今两人都已升级超级奶爸，两个家庭的关系也更加默契。杨威更是微博喊话，要认准儿媳。哇！青梅竹马的两个小朋友，就连表情都出奇神同步。提到奥利，连杨洋洋都不禁害羞起来。今天两个这么有爱的家庭来到大本营，又会擦出怎样的奇妙火花呢？可爱、yeah. 而且这两家有个很奇妙的巧合，因为呢杨威姓杨，杨云也姓杨，然后好巧杨洋洋也姓杨。对，然后呢李小鹏他们家也很巧，因为李小鹏姓李，然后安琪也姓李，好巧，所以奥利也姓李，对不对？好了，你姓李啊，因为你是杨洋洋，所以他是李李李，对不对？奥利的裙子漂亮吗？漂亮。刚才在电视里面看他很可爱。杨洋洋说奥利很可爱。你要不要说谢谢？要不要说谢谢？好，专心开始玩。奥利觉得杨洋洋帅吗？哥哥帅吗？好啦，但我没有问好吗？还想着那只狗狗。那其实小鹏跟杨威虽然都退役了，但是两个人依然从事跟体操有关系的工作。那现在呢，我们来请他们两位相互介绍一下目前对方的工作是什么，好不好？如果你们了解的话。OK。杨威现在是湖南省，等一下，湖北省体育局体操中心主任杨主任。刚才早说我们不敢开玩笑了。我们刚才让主任唱歌，我们还在旁边笑他。对啊，主任写了词儿，我们也感到很开心，我们还笑他。好，那接下来杨威介绍小鹏现在的工作。小鹏是这个非凡体育这个中国有限公司的吧，应该叫非凡体育董事。董事长。董事长，我们刚刚跟你一起玩狗狗，还有猪猪，好荣幸啊！而且你们在对方的婚礼上真的好拼哦，对，那个托马斯全选，杨威托马斯全选，他们两个跳着出来了。其实婚礼很轻松，很侠义，在美国举办嘛，所以他们那边的婚礼确实办的。让自己内心有一种情不自禁想去，明白，很放松的感觉。那其实我们也特别感谢一下这个湖北体操中心对我们杨威的支持，因为其实爸爸去哪确实是我们也去了不少的地方，对，但是呢当然工作我们也不会这个落下。那今天呢杨威也特别带了我们这个湖北体操队的一些小运动员，对，来跟我们快乐大本营一起的这个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一起来玩耍啊。好，现在呢我们小朋友也专门为我们下面的这个体操的这个环节呢换上了体操的衣服。那李小鹏，你觉得杨洋洋适不适合练体操？我觉得他不练体操太可惜了。真的很有那个样，真的很有这个体操的感觉。那杨威，你觉得我们奥利呢？
我觉得非常棒，非常棒，跳来跳去的已经成了一个跳跃的小天使。对，他好放松，我反而发现他在这个垫子上面他很放松。我会经常带他去体操房。哦，他也经常去。小孩在这个垫子上都会觉得很安全。是不是安琪？我小的时候原来也练过体操。安琪来领我。安琪原来。I did, but I'm too tall. 啊，也练过，但是他现在太高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到杨威带队的湖北省体操队的小运动员，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上场。哇！可爱，要好好学习。这都是我们未来的冠军、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来，我们来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好不好？大家好，我叫吴妍慧。好，慧慧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冰。杨冰的小名是冰冰吗？不是。是什么？什么？坨坨。坨坨啊！坨坨。为什么叫坨坨啊？为什么叫坨坨啊？因为我有很多的肉。小坨坨，那今天我们要欢迎慧慧跟坨坨两个人来表演一下你们的体操的动作，好不好？你们要表演的是哪个器具？这个平衡木是不是？好的，好。这个我也会啊。这个是女子项目啊。对。好。我们慧慧，好。对，杨威再给我们解释啊，解说。分腿支撑，转体坐下，亮相。有一点点小紧张，有一点点晃，没关系。哇，这个叫蛙跳。你蛙跳。小翻，小翻，在平衡木上面的小翻非常的不容易。羊跳，狼跳，狼跳，分腿跳。也是非常不容易，想成你们家羊羊羊了吧，说羊跳在10公分的一个木头上面进行这样的动作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难。他的解说也不容易，结束是分腿跳跳下站稳。谢谢。好，因为刚才慧慧的表现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坨坨，掌声，裁判要鼓掌的，厉害。好，漂亮，坨坨好样的啊。现在做的是基本的舞蹈动作，看前翻腿平衡。乌拉拉，这个叫什么？鸡腿，单腿的腿。好，漂亮。侧踢腿，小晃，侧踢腿，小晃是他的这个也是其中的动作之一。小跳，交空中交换腿跳，后踢腿，后踢腿。简单的舞蹈动作，接下来准备做一个高难度的下法，空中展体，耶！金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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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金